大家好，不是蒙不过江，不是真人不露相，欢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门道现场。今天这个大盘呢、开高走低，收盘跌83点。那或许你会认为盘中大家认为说那个这个因为日本跟中国要打仗了，其实这个都只是新闻记者要去找再找借口而已了。那这个大盘为什么会下跌？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答案。那基本上你如果每天看我节目的人，你们都知道我昨天没来录影，那个也不是第一次，因为我认为我该讲的我都讲了，也没什么好讲的。到前天我跟各位讲过，我说这个头部快完成了，我跟你讲说你不要去做错方向。那基本上我已经从好几个角度跟你们讲，不管从量价的关系，包含什么，包含从融资的角度，其实我这两天我都已经跟各位讲很多。那各位投资朋友，前天我跟各位讲到这里，我说过我头部快完成了，我跟你讲不要去做错方向，我从了好几个角度来跟你谈这个大盘。那今天这个大盘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现在来看这个头部是不是出来了？是不是？这一天我跟你讲差不多了，空就对了，这个叫放量过快，明天收回转折下来上来，我说过还会再谈，关键在明天过后。这一天也一样，放出1115亿的大量，我跟你说这个也叫放量过快，这个也叫拉高出货，对不对？然后量又缩掉，我跟你讲过了，一下子放量过快，一下子量能萎缩，代表什么？这个都是拉高出货，打下去拉上影线，我说这个叫盘头，你越在乎短线的震荡，你就越容易被受伤害。前天我跟你讲头部快完成了，千万不要做错方向。我们现在来看，现在是不是头部是不是出来了？好，头部出来之后，这一波的反弹，我认为这一波的反弹已经结束。为什么？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逻辑，今天礼拜四，明天礼拜五，简单的说，这个礼拜到明天要收周线，对不对？那周线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打周线给各位看。我跟各位讲过，好，我们放大给你看，只要收红收黑都有转折，对不对？这里7050，我跟你说会收红转折。好，这弹上来了1234，好，这个礼拜。上个礼拜收在哪里？收在7819，今天这个位置是7616。我们不要说周线没有收红的可能啊，但是剩下明天一个交易日，周线要收红的话，要涨203点。你去确认这个几率大不大就好了。那基本上明天要涨203点的几率啊，我们不要说没有，但是几乎等于零。那周线明天周线收出来，是不是已经有转折了？最起码这里有五浪嘛，对不对？它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就持续向下修正。所以基本上我说过了，这个大盘我认为未来会向下破底，我们可以慢慢来验证，没关系。我反正每一波的高点，我跟你说是高点，我叫你卖叫你跑，到目前为止杨少凯没有错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为什么今天这个大盘会开高走低？它一定有原因的。这礼拜一开低走高拉上去的，对不对？一个短的，一个长的。短的要结算礼拜二我把它补掉嘛，长的我留着。我这我讲过了，昨天我没有动作。昨天为什么没动作？昨天结算压低低到哪里，会结在哪里，那个我心里大概都有数。我跟你说过了，那个有很多因素，有选择权的因素，那个不是我能讲的，我就不讲。但是基本上昨天我没有去做任何的动作。那昨天我跟各位讲，昨天我去放重播，我告诉你这个头部快完成了，我叫你不要做错方向。那昨天你跳下去空，很多人告诉你昨天空在哪里，空在哪里，今天你一开高你怎么办？你昨天空在低点的，今天讲真的啦，
一开高，今天大盘是从涨七十几点呢，到盘中最低跌到九十七点。先盘中涨七十几点的时候，你如果昨天任何一个位置去空，我相信任何人带你去空，你都空不下去，因为你昨天已经空在地板上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动作，我昨天放重播就是告诉你，这个大盘头部已经快出来了。如果你昨天愿意相信我的，我今天一定带你进场去放空，不是去放空有放空的原因，不是说会员手上有空单就好了，你新的进来就不用管你。我今天在这个在这里啊，九点五十分哦，你自己去看价位，那个已经不重要了。九点五十分，我带我会员加码去放空。哦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要加码放空？不是因为它涨，我要加码放空。你新进来的，你昨天愿意相信我的，你昨天进来，今天我就是带你空这个位置。我不是空最高，我也不是每天空，昨天我就不会空。那为什么今天要放空？为什么这个时间也要放空？为什么？这个比较重要，不是因为它涨。我空完之后，我都还有告诉我会原因，为什么这个位置要放空？来，我们来告诉你原因呢、啊。这我会员都说得到了。基本上，哦，基本上，大盘如果这两天弹不过7775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持续往下修正。这个大盘今天最高涨74点的时候，它的价位在哪里？你这里都看得到，在7774.97点。简单的说，也就是我讲的7775点，也就是我讲的7775点。所以为什么这里要去加码空，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认为今天这个高点它就是弹到这里的，它弹不过去的，才要去加码空。不是随便乱做，也不是说你进来之后我叫你在旁边看戏，有机会我就一定带你做。那为什么它是7775？为什么是7775？我要讲一句话啦，但是我讲一句话，为什么是这个点位，对你来说没有帮助，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只要上过我课程的人都知道，对主力来说，这是主力控盘的价位。为什么他今天来到这个位置，他会下来？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带我会员去哪去放空？我们不是空在今天的最高，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弹不过去，我才去放空。这收盘了。这上下也不过200，也不到200了，哦，但是基本上我说过了，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小的。我说这是长期的规划，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我先来谈风险，哦，我们先来谈风险。这个行情如果没有下去，很简单嘛，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个行情啊，如果啦。如果会再上去的话，我讲一个很简单，我先告诉你风险嘛。好，市场一定有风险跟利润嘛。我们先来谈风险。今天这个高点它会过嘛？好，今天这个高点会过。我是说，如果会上去，我跟你讲会下去哦，你要听清楚哦。哦，老师讲什么你要听懂哦，要专心听。我现在讲的是说，如果会上去的话，这个高点会过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你的风险多大？你今天如果跟我空这个位置，你有没有风险？你几乎是没有风险的。但是这个行情，如果像我讲的话，将来是往下破底的话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的结果会怎么样？你的结果会赚到你这辈子少赚，可以让你一次翻身的机会，让你一次就大赚。那值不值得拼，当然在你自己了。好，所以基本上长线的规划，我说过，我就是画这样子，我们将来慢慢来验证，没关系。至于短线，
至于短线会不会反弹，可能会，可能不会。反弹你要干嘛？哦，要不要反弹是主力在做的事情。哦，我已经告诉你你的风险有多少了，只有多少而已。你的利润有多大？要不要拼是抉择是在你自己。好，那我们来谈。现在来看，你说短线没有反弹的机会，当然有，但是那是主力的事情，要不要做反弹那是他的事。那反弹重点是什么？反弹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去抢反弹，还是有漂亮的点我带你去做空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。这个大盘短线它会不会反弹？当然有机会，因为它头已经出来，它做个回撤可不可以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做个回撤，这个回撤可以强可以弱，可能只有一点点，可能连测都不测就直接下去也有可能。那不管出现任何现象，有机会我就带你做。我说过了，有来回测最好，有来回测你的风险搞不好这样子而已。你做错你不会怎么样啊，哦，有任何的价位不对我一看就知道了。包含今天的大盘为什么可以空，昨天为什么不能空，那个都不是猜的啦，这在我们这一堂课程里面我都有教过了。我有会员他上过我的课，他今天特别打电话给我，他说老师你今天一定要来上电视，他上过我顶级的技术课程，要告诉人家为什么今天会开高走低，不是新闻写的，因为中国跟日本要打仗，绝对不是这个原因。最主要是什么？主力为什么这个价位这么重要？好，我们上个 T 四也上完了。哦，那今年也不是只有今年啦。哦，我在这个行业的最后一个 T 四，哦，上次已经是最后一班，分两个 T 四上，最后一个 T 四，农历过完年之后，我们找时间上。哦，有兴趣的，哦，你现在可以开始报名。哦，看什么时间你有空，你只要报完名之后跟我助理人员讲，你三月有空，我们就三月上；你四月有空，我们就四月上。哦，这不管怎么样都是最后一班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哦，所以说我说过，上完课之后我还会再留手机给你，你随时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帮你解答。为什么这个价位今天这么重要？有兴趣的，跟我们助理人员洽询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今天的广告马上回来。阅天下，通四方。中正金融大道，聚焦桃园核心，32层古典商办地标，世界以我为首，中越世界中心。用心，用心，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，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391-3000 2391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，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，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391-30002391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，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，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391-30002391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高派气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高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。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，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，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。出发，返乡创业，青年创业启动金带给您第一桶金，0800-06-1689，青辅会关心您。
好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。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好，各位投资朋友，这是今天所有跌停的股票。好，这其中包含什么？包含生技类股，对不对？包含生技类股，好，包含什么？包含这两天我跟你讲的太阳能、达能跌停、绿能跌停。绿能我在昨天放重播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过什么？我说股本才32亿。好，当天一天的成交量就4万多张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这个筹码很乱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们简单的说，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个大盘会不会涨？你去看盘就知道了。今天是各类股，包含本来强的营造也跌，生技类股也跌，对不对？电子反而跌少，其他的全部都跌。好，那你去看，简单的说，你去看这个盘面，你答案其实后面会不会跌，其实答案就出来了。有没有主流？生技也挂掉了，面板我跟你讲，电子股面板也挂了，高价电子股也挂了，没有一个族群会涨了，没有一个族群会涨，没有主流，这个大盘就不会涨。好，所以我跟你讲过，你如果说依照你过去的经验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去想一个问题，你的钱从你进来这个市场，股票市场，你的钱怎么赔掉的？为什么会赔掉？因为你的习惯嘛，因为你只会做多嘛。那我说过了，做多它只是一种习惯嘛。如果这个大盘未来会大跌，你一定利用什么？利用还没跌的时候去改变习惯嘛，不是等跌下来才去改变习惯。放空跟做多有什么差别？一个先买后卖，一个先卖后买的差别而已嘛。我杨少凯不是没有做多，7050那一天我跟你讲跌完了可以做多，11月初10月底我也是做多，我是把多单出完之后，我们再来放空，对不对？我空过什么股票？我空过友达，我跟你讲过，我放空一定有放空的原因。为什么我去放空它？因为它反弹结束了嘛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从我空友达之后它有高点吗？我问你，从我空友达之后它有高点吗？对不对？我补得早又怎么样？我少赚一点我不会怎么样啊，我还是让我会员的赚钱嘛。那我去空呢，我说这个族群它涨完了，是不是？随便算也是一个停板嘛。为谁说放空不能赚钱？看你跟谁做。我们不是这里沿路空，我们在这一天去放空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有支撑补了，弹不上去，形态出来，这个连这个头都出来了啦，还有什么股票会涨？既然没有股票会涨，你就不是去抢反弹，你要怎么做？等弹上来放空嘛，跟昨天跟今天的道理一样嘛，昨天没弹，今天弹上来去放空嘛。明天如果有机会跟你谈，如果有漂亮的点位，你还要继续做多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要是继续这种习惯，会赔钱的习惯，那个问题是在你自己，不是在我。最起码我放空回补的，放空回补的，做多出场的，我通通让我会员赚钱，这样子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被自己的习惯害？你只是因为怎么样习惯不会，没做过，为什么？因为没人带。绿能放空该空，我认为反弹即将结束，对不对？隔天没有，隔天我发现它还会再上去，该补我还是补啊，对不对？该补我还是补啊。我们被嘎到空不会，低价的也好，中价位的也好，高价的也好，我们不是一路空被嘎呢，在这里空第一天就是第一天呢，空我还告诉你原因呢，我不是乱空呢，我在做空不是乱空呢，我不是说股票拿出来跟你讲，讲了没带会员做呢，这都实战的操作呢，都是你赚得到的呢。我放空为什么都会跌停？补在哪里？停利补在哪里？我就跟你讲补在哪里。补完之后，涨停这一天空点快出现了，
也是事先预告，也告诉你原因。空回来就空回来，都开盘前预挂的，一定空得到。我说这个低点必破，有没有破？为什么空它，它都会跌停？你说这股票还会再创新高吗？这里先补一半就是补一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破低点补一半？全补就全补，那又怎么样？等它弹嘛，有弹我们再空嘛，没弹还有太多的标的。你要找做多的标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很少。你要找放空的标的一大堆，都是将来会大跌的，要不要在你自己。两趟，一趟一个113块，这一趟87，这是多少？200的，700-800块的股票赚200块，700-800万就是200万，70-80万就是20万。每个人都跟你说农历赚红包钱了、啊。我们红包早就赚起来了，现在不是要赚红包钱，不是要让你赚红包钱而已，要你赚到大一辈子的财富。将来这个大盘落底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带你做多，你不用担心我杨少海不会带你做多，因为我不是沿路放空嘛，我们不是从七天空每天讲空，不是该做多我就跟你讲做多嘛。同海，对不对？所有人都跟你讲要买，我跟你讲卖啦，是放空才叫你卖啦。我补掉，我跟你讲补掉，但是我还是让我会员赚钱啦，每次赚的最少都超过一根停板啦，那一根一根加起来好几十根的了，不是只有做多赚，我做多赚的也都超过一根停板嘛，对不对？ TPK 有谁跟你说536块是这一波反弹高点？有谁跟你说嘛？我问你有没有人跟你说嘛？有谁跟你说536块是这一波反弹的高点？536，你认为这个高点会过吗？你看这 K 线没有一天黑红 K 的，这弹上来一路，人家一路卖一路卖一路卖，我没有空最高了，523，我有设停损哦，来稍微拉近，有没有来？有没有来？加码520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头出来了，跟现在这个大盘一样。你去看看 TPK， 这个头出来之后是继续跌，还是往上涨？那你再来看看大盘，它这个头出来，将来要继续跌还是往上涨？答案不就出来了吗？我们 TPK 连一张连补都没补，到今天多少？你自己去算啦齁。一张差不多七万，如果一张的话，十张是70万。好，那两张100万做两张有吧？14万。那你说这多久的时间？这个一月的事而已嘛。现在一月都还没结束嘛，人家都跟你说有元月行情，我跟你说没有，有的话是往下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再来看大盘嘛。开红盘在这里嘛，现在在这里嘛，啊，到底有没有元月行情？有啦，往下啦，只是你不接受而已嘛。啊，你自己去算值不值得啦。投出来了，跟你讲投出来了，可成。我150空的，这你自己去看。这定价放空一定空得到了，哦，就空在这里了，弹上来还有机会，都是空了。新会员进来149了，都有了，这149都有全部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破了，这就是另外一个 M 头，你继续看，我也还没补。还有快下来的很多，要不要是在你自己，不是我能决定的，但是。杨少海告诉各位，只要你愿意，每个转折都是财富重分配的开始。
永远都不会太迟，跟着我就对了，给我半年时间，我把握让你的财富是倍翻。有兴趣的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时间关系讲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心的微笑，含蓄但深刻；真心的微笑，腼腆但温暖；细心的微笑，低调但实在；真心诚意，只为了让你满意。我们有信心，让你好放心。微笑 MIT， 值得信赖。用心，用心，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：02-2391-3000，2391-3000。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，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：02-2391-3000，2391-3000。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，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：02-2391-3000，2391-3000。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高派亲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神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高派亲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。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，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，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。出发，返乡创业，青年创业启动金带给您第一桶金。0800-06-1689，青福会关心您。哎，设立便当跟杯汤，钠含量不是很高吗？钠很高。看营养标示啊，钠盐是造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哦。那多少才叫高啊？成人每日钠总摄取量不宜超过2400毫克，也就是6公克食盐。我一餐钠含量就超标，那我还要注意什么？钠很容易，天然没卡后，盐、酱油、番茄酱、调味品少吃，加工调理食品要注意。